这里是沃尔玛，我已经发现我要的东西了。这个凳子我要拿的，9块钱。这个箱子我在犹豫要不要。这个就是个冰箱，我只要买一袋冰块扔进去，感觉也不是特别便宜，但是我确实需要这个东西啊。算了，拿下。我要去买一个那个车载的充电的东西，那个是必须要买的，不然我车上没办法插插座。First clean up， 那就是有不粘涂层的。哦，这个更好，所以是要多看看。这个好是好，但是太贵了，这个卖32块。再找个几块钱的坚果。哎呦，你看美国人也是穷人多啊，6块9毛7的全部拿完了。这个锅其实挺好的，煮个汤也行，煮个饭也行，炒菜也行。好，就它了。哎，这个可以搞定了，11块7毛6。我连饭勺都解决了，这里煎个蛋什么的都可以，很适合。而且我冰箱都有了，我操，那么大个冰箱。我待会要去一个什么叫 Big Five 的一个店，那个店有很多那种野营的东西，什么睡袋什么都有。换个颜色，看那个蓝色的，那肯定比红色的好。我那个傻逼车已经是红色的了，我其实一点都不想要那个红色的车，但是我没办法，没得选啊，就那个便宜了。这就是我要的东西，我就是要来找这个的。再拿个这种储物桶，可以，这个便宜。这个才7块钱，然后我刚才买这一大堆东西才150块钱啊，这么一大堆，三个锅，一个菜板，一个不知道哪里生产的这种电饭锅，我觉得应该是中国生产的。我来看一下，哦，对对对，这里写着中国生产的。这是一个椅子，可以坐下来休息的，还是很挤的，是个小车更惨。这个是我最爱的东西啊，车子的那个转换器，我就可以插插座了。我操，这车都满了，就随便买点东西都满了。现在去 Big Five 去买个睡袋，这个就便宜了，这个才20块钱，而且还蛮厚的。20块钱买一个睡袋好便宜。我看一下，哦，这里是枪啊，枪，你看这，哎呦，不气死人！我操，不枪才几十块钱，买三个睡袋可以买支枪了。去 Rose 买了一大堆破烂，准备装修我的狗窝了。这个小冰箱以后肯定是放在这个位置的，这个位置就是我的床了。现在看着就很舒服，而且这个很软的，基本上就这样了啊，这就是我的小家了。走了，看我把我这个房间收拾的多整洁，我准备撤了。我们现在是去一个野营的地方，然后去了那个地方，我就不回老崔这里住了。很感谢老崔啊，收留我这么久啊，太客气太客气。准备出发。待会我们是应该三辆车去，我一辆，老崔一辆，还有李涛一辆。开到那个地方大概几百公里吧，可能要2-3个小时，3-4个小时应该。我的车就停在李涛的破车旁边，然后看这个我在这里睡觉，我操！哎呀，这流浪汉当过瘾了，当上瘾了。哎，我有奶，拿着冰的。我已经办完事回来了，看看李涛是不是还在这里睡觉。哦，果然在这里睡觉，而且听音乐了。好了，你刚才是说什么？哎，可乐你没喝啊？没，我不太爱喝可乐，你喝啊？你不爱喝了，我扔回冰箱里面。对，哎，还有冰箱啊？那把奶也扔冰箱。储是个那个冷藏柜。哇，太好了。啊，你买了这个？专门去买的，因为我路上肯定要带肉啊。你喝一个，还凉着呢。好嘞，我喝一个。好好喝这个。哎呀，这才是生活啊！看看这个灰尘，我操，这个土路，我都没想到路况会这么差。我操，前面就有一辆车在开，我现在基本上路都看不见。那这个路也太烂了吧！我操，这都没有一点平的。我们右边这里还好一点啊，左边这里根本没法看。我操，可能会。我去，哦，因为我后面都散架了，我后面的东西，因为我装了很多货物。但是开慢点，这里不能开太快。真的是方圆可能100公里都没人。看到他们了，他们其实是在这里等我。这是一个废弃的地方，旁边还有一个房子，这里写了啥？不认识啊！我操，这三个单词老子一个都不认识。这有点像个博物馆 ，International TD。哦，这里是搞展览的，可能展览他们这个以前的手扶拖拉机。这里有点像个展览馆啊，它专门陈列这种东西。你看吧，那是1940年的，这个叫什么？我看一下，不认识。我操，这个我就认识下面一个单词，下面单词叫犁，上面就不认识了。营地已经到了，就长这样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了，就一块平地，停了几个车。
里头的车已经收拾好了，可以睡觉了。哦，你是直接捅到那个凳子上啊？是的。哦，可以的，挺好的，就太脏了。再垫一个洞。这个区就是他们扎帐篷的地方，还有一个木头房子。木头房子好像感觉已经是个废墟了，以前有人在这里搞营地，顺便搞了个商店，可能没生意啊，后面就撤掉了。哎呦，又看到一个床车，人家也是这么搞的，枕头垫子，哎，跟我那个格局一模一样。人生第一次，他本来还想带个帐篷的，我说千万不要啊，睡帐篷的话还冷呢。是，真的还得搭，还得铺，对，还有麻烦。是啊，我这个是现在还在睡觉呢。Very many flowers? No, I didn't see. Yeah, not too many this year. Someone told me here like a flower ocean. Mm-hmm. I think it's another season, maybe. Well, no,、yeah. It was February, March. That all the way. Yeah, it goes all the way up and then it ends. Where are you from? I'm Chinese. Where? Chinese. Yeah, oh, same here. Well, my mother Japanese, my father Chinese.Oh, your father's Chinese? Yeah. So you speak Japanese or Chinese? No, you know, like konnichiwa or... Konnichiwa. Ni hao. Ni hao ma. You know, I mean, little words. You're born here? Mm-hmm. Yes. Oh, that's why you don't speak Japanese, you don't speak Chinese. Yeah, my father said, you're born in America, you speak American.等一下，我们晚点去温泉了啊！可以啊，我们在这里做饭还是去温泉做饭？都行啊，在那边做了呗，吃了再去呗，还是怎么样？都可以啊。我这个车坏了，刚才开着机油都亮了，然后我就停到一个加油站，哎，停到这里就发现发动机一直发动，发动机就像那个拖拉机一样。然后我打开这个车盖子想看一下，结果一打开盖子，发动机就熄火了，现在整个车没办法启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车在漏东西啊，不确定。然后我就联系了卖车给我的哥们嘛，他说他过来。我现在其实离城市很远，离洛杉矶大概开车要开两个半小时呢。那这个哥们够可以的，还是挺负责任的。他说他找个拖车来把这个车拖走。他说不要开了，免得小问题搞出大问题。待会儿那个卖车给我那个老板他的开个拖车过来拖走的，用不着老崔帮忙了，老崔自己玩去啊，不要浪费时间啊。刘超还要过来呢，刘超过就过来，你们就跟他玩呗，那里多带点吃的，反正我吃的够的。我卡斯路在这下边啊，出门遇到啥事都是正常的。我拿包纸巾湿巾，你拿呗，我帮你把那个冷冻箱搬过来啊。咱俩一块搬吧。啊，好嘞，因为老崔可能还在外边住一阵子啊。住不了两三天，你把它全吃了，别浪费啊。吃不了，我给你带回洛杉矶吧。带回洛杉矶啊，早都化掉了，带回洛杉矶。行走吧，路上开车小心啊。好嘞。7002。啊，报错了。7002。这是啥问题啊？就是缺机油了嘛。这满的。不是缺机油，就是那个机油压力上不来嘛。机油压力上不来。加速啊！这自己下去就够速度了吧？不加速上不去。不加速了，小伙伴。走。等一下，动不了。可以的，没事了，你可以躺着睡。可以的，可以的。今天晚上先给你个车，你先找地方先休息啊，怎么样？对，而且他这个车今天也是专门找了，请了一个师傅啊，他们跑了100多迈，跑到了一个很远的一个乡下旮旯里面，把我这个车拖回来，很负责任。对，认识李总，我觉得是。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真的让我们改变了我们人生观世界观。啊，这个有点过了，光是挣钱的，还是考虑要，哎，确实。就改变他说改变他的人生观了，他说要像我这样混日子了。你就换了别人的话，他不可能给你。这哥们刚才把钱全部退给我了，就5000车款。我说我再给他一点钱当租车的一个礼拜的费用了，他不收啊。没事的。他说因为我过户也花了差不多200块钱，对，我反正也是白花了好多钱，这个车我还加买了一箱油啊。反正他也没占便宜，因为昨天拖车帮我拖回来也是花了钱。坐二手车都是这样的。但是只要你不要诚心去坑人就行了。我倒是想从这里买车，但是他没有那个适合我的车。对，就是没有太合适的。二手车它的标准没有一个
规定的标准。不漏油，嗯，这么看首先不漏油。这里漏油就麻烦了。哦，之前我买了一个就是这里渗透。那如果是那里的话，你连看都不要看。它重新打胶，那封起来。就是那辆红色是吧？啊，那一定会坏在路上，百分之百。一定会坏在路上。这里要是渗油的话，那你看都不要看了。嗯，这个保险杠，这个都没有用的，这个整个都换掉或者撞了都没关系。这个是塑料孔。但是你不要把这个框架和冷凝器里面的。因为为什么要看灯看框架呢？因为你撞击力矩比较严重的时候，它通常情况下就会这些都会有连带的撞的痕迹。对对对，就是说用通过这个灯和这个框架来去判断它撞击的深度和力度。撞击不行了，它之前用的环境啊可能比较颠簸，就是长期在这种颠簸的环境当中，整个导致车架包括里面的零部件还发动机，它对它的这个胶套啊就是老化了。现在前转变动看到没有？我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抖。是。The other one is 10.9, this is 12.9. How much? 12? 12.9, 12,900. 别看。嗯，别看。这个车是刚到的，还没上市的，价格都没有，他去查去了。Brand new, like 60,000.发动机没问题，没问题吧？等一下看他报告吧，是不是有撞击的痕迹？他去查去了，一会儿就能看了。价格已经给我打出来了，从19,000降到了17,300，准备拿下了啊！他今天给这个价格降的这个价格，很有诚意了，很有诚意。而且你看中间过程也没有说那么纠结，或者也不纠结，对，发动是手动，那个真是手动。这从来我都压根不考虑买这种车的，以前想都没想过。人生凡事都有第一次。这车牛逼啊！我之前在这车上睡过觉，这个是很好睡觉的。对你把座拆了，我操！我不用拆，都一样不用拆。嗯。那我把那个第三排一倒下去就是平的。后面就是完全平的，然后我把这两个凳子往前，它有轨道的。哦，对，往前滑。滑到前面就1.9米了，1.9米足够了。那我们然后看一下美景茶，我们直接过。上面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我昨天就闯，前天就闯了个红灯，还差点撞到警车。我靠！撞到警车，差点撞到警车。嗯，我到信的时候已经跳红灯了，但是我因为我跟我朋友车嘛，我想冲吧，完了。一冲到中间，一排警车，贼我是闯红灯，差点撞到警车，把那警车吓得一个左打。他这忙，他也没管你。他没管我。我其实也严格说，我也没有违章，他也不知道我闯没闯红灯，他可能以为我是红灯过的，对吧？他是呜从那个方向过来，我也看不到他。像我刚才开到100，就是160的公里了。在美国超速罚单处理起来也很麻烦。哎，不是，走直行。拉下车。哦，对，你看试验性能是故意的，因为想着前面的车反正也快嘛。哦，对，我感觉很稳啊。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快很快？我感觉到没有太快，感觉很稳。实际上已经开了100了，但就开了10。咕咕，呵呵呵Nyang, nyang, nyang.